I really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guys, so I design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 will use Chinese to explain our project to you, okay? One minute, please.大家下午好，非常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我们做了一年多的一个项目，关于汉字的。我来主要讲一下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老包呢又会讲一个他用这工具怎么玩的。我讲的时候分这么几部分啊。第一，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是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第二，咱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供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整体的感受、整体的思路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第三步呢，会带着大家进去看一些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发展的一些技巧。 最后呢，我们会简单的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工具的效果和以及取得一些成果的想法，这样。OK， 我们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啊，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吃饭啊，喝两杯，嗨，跟你聊天。我说，兄弟，好，姑娘，看，我有一个点子哈。难道英文里面有"一"这样一个字母，对不对？我们中文里面有"奶"这样一个字，两个字，他们不但长得像，他们还有更像的东西，比如说。 中文的这个"奶"这个字，代表可以说是乳房或者说牛奶这样的意思。那英文里面 breast 是胸的意思。那么中文里面"孕"这个字呢，是怀孕的意思。英文里面对应的哎代币的这个 baby 是孩子意思。哎，你看他们都像，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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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像。我想基于这些例子呢，我想去构造一个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的关于这个中文跟英文之间的理论。啊，你们说，哎，兄弟，你是不是喝多了？<笑>你要知道啊。 这个半奶的字啊，你这里只举了三个例子，那可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更加多的例子。你最好把它们先都找出来，然后呢，再去看一看它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规律，这样你讲话才比较靠谱。你喝多了，我不跟你计较。我醒了之后呢，想，哎，兄弟说的有道理，这姑娘说挺有道理的。那咱们找这个找出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找呢？这个咱们中文里面有这个类似于 substructure 结构这样的概念，就是部首，对吧？我们总共200多个部首。你查青花瓷也好，新的汉字也好，你去找那个部首会有一页，就显示了所有这个字典认为带这个部首的字。但是奶不太其中，奶甚至都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结构。所以这是词路一套。到此，方法。其他什么就有什么其他的工具是我们知道一些研究范围的。我们就是在研究论文发现最好的工具是那个叫 CCAT，Chinese Text Project。它在差不多3年前提供了这么一个功能，就是叫 Promoter Plus。 我们的例子啊，假如说你这个把奶加这个输进去，它会显示返回这么一个页面。这个是 CTS 认为所有的带有奶这个结构的字啊，结果已经相当不错了。这边有大概100多个啊，这样下次我再跟你去喝酒，跟你聊天，讲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可以带100多个例子，不管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可以再转2笔这个事情。非常好这个结果，但是还不够完美。为什么啊？ 如果说你真的像我们这样花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发现，在这100多个字里面呢，它还是漏掉了很多带奶的字，而且漏掉那些字是有规律的。什么样的规律？看啊，这个，比如说上面这两个奶跟 show 是 CX 可以找到，但是这个银就找不到。你看银什么感觉啊？它有一个奶，对不对？但是它多了一个又，就感觉好像是你带奶的这个分子的这个东西你找到，但是带奶的这个衍生物你就找不到了，这东西就是。 差点意思是不是？同样是秀美，你能找到这样一个秀美的秀，但是秀美的秀呢，它多了一个角色化去修饰，你就找不到了，就是差了这个意思呢，它略规律。我们就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要既然世界没有这样的工具，毛主席说这个没有的时候怎么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不对？我们自己开发一个工具，去尽量的囊括我们想要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的问题呢？我想给大家就是做一个类。 生物学做一个类比，什么样的类比啊？在这个生物学里面，咱们有 DNA 对不对 ？DNA 呢用 RNA 这个解码之后，你会得到一个蛋白质，一个三维类结构。这些蛋白质在一起呢，会有你的细胞啊、你的组织、器官、一个人体，比方说。那你去看这个人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这个叫表现型，叫 phenotype， 比如说你的这个肤色、你的瞳色，你是不是患有某些遗传疾病，这些特征呢是确定的。 因为这个 DNA 的这个信息跟你的这个是这些 宏观的特征之间有稳定的这个联系，所以我们说 DNA 携带了这些 phenotype 的信息，对吧？但是啊，你跳出这个过程去想一想 ，RNA 到底在干啥？这个人到底在干啥啊 ？RNA 它我可以这样说 ，RNA 做的事情呢，它是在处理来自于 DNA 的信息
人做的实验，人是在处理来自于这个蛋白质或者说来自于这个具体的生物信息，人更多观察的是视觉信息，对吧？那既然都是处理信息，那为什么不用一台机器去处理这个信息呢？人就不用干这活了，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例子哈，叫做 AlphaFold， 它是一个 DeepMind 公司做的。它 DeepMind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公司，他们公司的另外一个产品，可能大家另外一个项目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叫 AlphaGo， 下围棋类。OK， 这是这个生物学的一个例子。我发现就是我们汉字里面有一个非常跟这个非常相似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找到了两种这个可以给汉字编码的方式。这样的话，我每个汉字我可以用一个类似于汉字的 DNA 去表示它，是一个纯数学的表示。然后我会给大家展示，在每一种这种编码方式下存在一个解码方式，我能够只用这些很少的信息，把原来这个字给还原出来。而且我还原出来的字呢，是保留住了你是否带有某个子结构这个宏观特质的。来，就类似于这样一个现实当中的这个途径是存在的。那我们做了什么事呢？我们做的事就是说，我们建一个捷径，从这个 DNA 汉字的 DNA 开始，用它作为基础去做一些计算，然后直接去预测你是否带有某个子结构，就是这么事儿啊。咱们怎么解决问题啊？在讲具体的这个细节之前呢，给大家讲一些就是说关于汉字的一些这个常识，关于这个问题的背景。一，这个总共多少汉字呢？我们有超过10万个汉字，所以说如果说你是真的自己去一个字一个字的找的话啊，这件事会痛不欲生啊，没有人想做这样的事。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发一个工具去做这个事儿。第二，我们会给大家展示第一种这个 DNA 呢，是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理化信息给产生出来的，但这种信息非常宝贵，只有9000个，是我们在 GitHub 上找到一个项目，是前人工作结果。另外比较大的一个数据集里面有28000个字，这28000个字呢，它们有共同特征。他们的 Unicode 叫万国码，就是说每一个汉字的一个，就是像身份证号码一样，一个独立的一个编号。他们都是4位，比如说哪是4E43124，对吧？这些呢是用是可以用一个字体文件里面把它的图像给抽出来，然后剩下的那个，是有开关吗？有什么诀窍？我不知道吗？好，第二个，it worked。对，剩下的这些就是其他的7万多个字，它哪去了呢？因为他们的这个编码。一开始人以为4位就够了，但没想到超了。他们的编码都是5位的。然后，因为我们用的工具是 Python 里面叫Payload 的一个工具包，所以呢，它是一个设计比较早，所以他们处理不了这5位的问题。如果说你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务必告诉我，好吧？请你了。OK， 这是关于范式的一些常识。那回到我们来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先给大家介绍我们三个技巧。第一个技巧呢，叫做从笔画次序分析。我们都知道汉字是由这个笔画组成的，对不对？笔画呢有很多很多种，横竖撇捺，横折弯钩，竖折弯钩，竖折弯钩，这么多种。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为5类。第一类呢，凡数是水平的，我都给它变成数字一，就是后面是例子啊。第二类是竖直的，第三类是左倾的，第四类是右倾的，第五类是带弯的，都是叫 bend 的，就给它数字5。有这么一个映射关系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You can just use a computer. 有这样一个映射关系之后，我们可以把原来比如说"奶"这样一个字的这个笔画次序，这是带弯的，那就是5，对不对？撇就是3，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我可以把它映射成一个就是纯数字的一个序列，而不是原来的那个很形象的一个东西了。映射成数字的好处是什么呢？计算机特别喜欢数字，对不对？我们再回到上面原来问题，其他的这个我的目标是找带"奶"的字，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字的这个笔画次序里面带53这个次序，就变成了你这个字含有奶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这个条件虽然必要，但它并不充分。比如说这个奶这个字啊，就是代表乳房的这个奶，它呢是53153，它里面有2个53，蓝色的这个是53，红的也是53。那只用笔画次序来是区分不出这个结构的，我们需要更加精细的概念去区分这样的结构。这是我们发展的第二个技巧。叫 orientation histogram， 它什么意思呢？这个需要我们的就是第一种 DNA 就来了啊，怎么样找的呢？我们找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数据库，原来的这个咱们汉字是一笔一画的，对不对？它对于每一个笔画呢都提供这样的描述方式，它会沿着这个笔画的边缘，有很多这个锚点的这个坐标的描述，有这样的描述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原来的这个。图像信息转化成一个数字序列，第一个呢就是它初始的一个位置，然后后面呢跟着就是很多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个连线，
每一段连线呢有两个数据来刻画它，第一个是你这个跟水平位置这个的夹角，第二个是你的长度，对吧？用这个方式呢，我们就把它编码成一个长的数字序列。那怎么把它解码回去呢？你很简单，就是一支笔画，然后画中州笔画，然后把这边涂黑了就行。很显然，在这样的编码解码方式下，这个图片是没有时针的，对不对？你还是能看出来它是不是带某结构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做一些计算。你看啊，因为你每个小的这个沿着边缘有很多小的这个线段，对不对？这个线段呢，有都有角度，这个角度可能一度、两度、五度、二十三度、七十四度，很细。但是我们把它分成四大类。你看你到底是跟水平的零度最接近，还是跟数值的九十度最接近，还是跟四十五度、负四度最接近？你找到跟你最近的哪个，然后给它投一票，投多少呢？把你的长度投给它。那么，然后最后你再做一个规划，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构在这四个基本方向的一个成分的分析图，有点像 XRD 的那种感觉。那么你看，这两个图明显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把它可视化了一下。那利用这样的数据呢，就可以区分稍微精细的结构，而且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数字表达，计算机是非常可以快速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这是我们发展的第二个技巧。反正第三个技巧是什么呢？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三个一模一样的水平的那个棍放在一起，这是数字的话，这个有点像一个表情包的笑脸这样放哈。他们呢，在这个笔画次序下面都是一都是水平，对不对？那他们因为三个棍都是一模一样的，放在一起，他们整体的那个 histogram， 他们的像影子这样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那怎么样区分这种相对关系呢？啊，非常简单，想象你是小青蛙啊，你把每个笔画看成是一个荷叶，你从第一个荷叶跳到第二荷叶的时候，你有一个角度；从第二荷叶跳到第三荷叶的时候，你又有一个角度。你把这样的角度呢，转换成它的这个数据的表达，又一次，哎，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是数字。又是可以计算的，那我就可以用这些东西去构造一些可计算的概念，去区分这些结构。利用这三个属性，笔画次序，叫 orientation histogram， 还有这个 mass center trajectory， 我们能得到一个初步的结果。搜索哪个是这些？蓝色带框框的呢，是我们找到的就是正结果。然后你看，即使说其他不是正结果，但是它们的结构也不是非常的荒诞，还是有很大的相似度的，所以说明我们这方还是有点就是挺合理的。有点结果了，但是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只有9000个字，我们想处理现在是28000个字，是吧？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处理在讲我们第二种解决方案的时候呢，之前先给大家就是约定，让我喝口水，这个有点喘。Yeah, this one's unopen. This one's unopened. 谢谢，有点喘，不好意思啊。这样啊，今天啊，约束就是我们先讲一个基本的概念，关于函数的。什么是一个函数呢？我今天想把这个函数的定义给局限一下，就是说函数是这样一个机器，你有数字进来，然后对数字做一些处理，再吐出一些数字 ，OK， 这是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呢？有两个东西决定，第一个呢是你这个函数的种类，第二个是你函数里面的具体的参数。比如说什么叫函数的种类？线性函数、二次函数、实数函数，它们是不同的种类。假如说在同一个种类里面，比如说一个线性函数 k x 加 b 一次函数，它们这个 k 跟 b 取值到底是多少？ k 是 3x 减一，你可以是 2x 加 3， 你这个是那个在平面里面画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这些参数也是决定了你到底在做什么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 type 的是它的类型，可以是你到底是三角形还是圆形还是方形，而你的这个参数呢，比如说你是圆形的话，那你的圆形位置到底多少？你的这个叫半径的尺寸 ，OK， 就是函数讲，我第一点想跟大家讲的，函数第二点跟大家讲的叫做这个梯度下降，这个是在这个机器学习里面经常用的一个技巧，因为我们的方法里面有很多机器学习跟AI 里面的技巧，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函数有最小值的话，极小值，我们可以用这个梯度下降的方法找到它，怎么找呢？你可以想象你在一个山区里面，这个山区里面有一个凹槽的峡谷 ，OK， 我们现在目标是说找到那个峡谷的 XY 水平面上的坐标。假如说你再从这个位置开始出发，这个红色是一个比较高的，蓝色是我们目标比较矮的位置。那你怎么做呢？重复下面的操作。第一，你先看一圈，用脚摸一摸，感受一下哪个方向能够让你真的是位置下降的，先找这个方向。第二步，找这个方向之后，你沿着这个方向踏一步，这是一个循环。然后下一个循环一样的，先找方向，再踏一步，找方向，踏一步。循环多次之后，我们就有机会找到了这个函数的这个最低点，或者这个参数的最低点，就是跟大家讲讲的事情。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解法是什么样子呢？你看啊，
我们原来的这个汉字的图像呢是一个图片，是一个50×50的一个图片。我们希望说把它经过一个加码器之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小的、比较浓缩的一个表达，叫 character CDNA。CDNA 这个表达不但要小，我们还希望说存在一个对应的这个，存在一个这个比较高清的、能够保真的这个解码方式。我好奇怪，解码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用这个浓缩的信息，我能够还原出原来这个字，这个字是保留了一些整体信息啊，我们关心的它是否有子结构。那么这整个机器，我们可以把它抽象成一个非常大的函数，比如说叫 fx， 它里面的这个很多旋钮，这个机器到底怎么工作的，有很多这个旋钮是这些 c 啊。那现在我们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旋这些旋钮，怎么去调这些参数，能够使得这个机器，还原出来的照片跟原来的照片尽量接近呢？那又变成了一个函数值，我们希望调整，通过调整里面的数值，使得它的这个数值尽量小，这就可以用替代量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大家看一些我们还原出来的那个数据的例子哈。左边的是我们的那个编码出来的结果，是64位的，64个实数，原来是50×50，现在是500个数字，现在只要64个实数。然后它解码出来的这个图像是这些啊，这些都是解码出来的。我觉得大家看了，还是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这个是否带结构的这个整体信息还是保留住了，相当保真的。OK， 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上面这个路子就通了。我们有一个好的编码器，就存在一个对应的解码器，可以验证，哎，是保真的。那么我们来下面造这个HanziFinder， 那是HanziFinder 到底是干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是说 HanziFinder 是拿了一个DNA 的描述，关于 Hanzi 的 DNA 描述，然后它要做一个判断，我希望它输出一个数值介于零到一之间，叫 Y hat。这个零代表的就是说你一定还是这个结构，一代表的你一定还是这个结构，中间呢就是说你这台算法当前的这个自信度是多少。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Y hat 是你这个猜的值，那你猜的值是不是要跟真实的值 Y 尽量接近？又变成了一个，我希望调整这个机器里面的旋钮，它的参数 theta， 使得某一个关于它的函数尽量的减小，数值差异尽量小。那么又可以用 TU 下降方法、TU 下降方法去优化这件事情。我们整体上是怎么去真的是让这个算法去训练它的呢？你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学生去学东西的过程，我们的 HanziFinder 就是那个学生，他要学习去判断，这里面是不是有某一个结构。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的那个笔画自学啊，histogram 啊，还有那个小跳蛙的那个结果呢，当成一个初始的学习材料啊，这个学生把这个初始学习材料拿回家去了，好好做功课。然后呢，他觉得，哎，我心里面有点谱了，老师说你有谱了是吧？四罗之身嘛，咱们六六瞧瞧，对吧？然后呢，老师给他出一张卷子，这个卷子里面有5000个题目。然后这个学生回去做的，他就说零到一之间，如果确定就是一个有0.5、0.4去表达。那老师把这个学生的作业收上来之后呢，他会给这个学生作业做一个批改，告诉他正确答案是什么。这个时候呢，他再把作业还给批改过的作业还给这个学生。这个时候，学生可以学习的材料就变多了。那么他拿这个扩大过的学习材料继续去学习，然后再去做作业，然后再去订正，再去学习。如此不停的循环的话，这个学生最终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判断能力，这就是我们训练这个过程的，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也是在机器学习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方法。最后这块的话讲一下，就是我们跟最好的工具 CTS 的一个比较。首先下面的92个因位，就是他们是5位的，我们是找不到的，这些结果是完全从 CTS 里面的。然后我们可以处理的4位的里面呢，44个在两个工具里都找到了，有22个是只在我们工具里面出现的 ，CTS 是找不到，这是我们突破了 CTS 的地方。然后，但是 CTS 里面找到了11个，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个问题。我们也在尝试去理解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在实际应用过程，你总是可以把不同工具的结果融合在一起。人是活的，对不对？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结果的一个比较。然后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总结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工具呢，首先呢是提供了一个让你可以去做关于汉字的研究，而且是一个基于数据的，不是就是光争论，我们可以拿数据亮出数据来说话的这样一个研究方法。不管说就是一会儿老包呢会讲，给江一鹏会讲一篇他关于语言的看法，用这工具做的，你可能喜欢它或者认可它或者不认可它，但是呢这工具本身的价值还是在里面的。因为它是这个添加了，你在研究的时候是添加了一个维度，一个子结构的维度。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方法尤其是后面那个编码解码的这样一个过程呢，不仅仅可以用汉字，我们只是把这个方法用在了汉字上，
其他任何书写语言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研究去编码。这是我们觉得我们做到一些成果啊。然后我们最近现在在做的工作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我们在写两篇文章，老包在写一篇就是关于语言生成文章，用这个工具得到的数据。然后我在写呢，就是说这个工具里面更加详细的数学是怎么回事儿。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方面是我们在做一个网站 HanziFinder.com， 它的工作方式呢，就是说，就像比如说你做材料的时候，你可能有想知道某一个物质性质，但你自己没条件做的时候，你可能想去网上去搜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库，你如果想找在某一个结构字的话，你就去搜；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去用我们提供的算法跟数据库去做搜索。然后你搜索之后，可以把你的发现、你的贡献，提交到数据库上，让全世界对汉语有兴趣、想去学习它、想去研究它的人，可以共享到这样一个数据库。整体上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听听吧，我是怎么玩这个游戏的。